麦克风要帮我拿，来来来，我先帮两位说一下，有吗？需要麦克风帮我拿。OK， 好，多一下可以多一点点姿势，多一点点动作哈。我知道阿喜也注意到我们楼上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们，不过今天现场的媒体朋友们也很多哈。一起先看，从左边开始看好不好？我们两位一起从左边，好，左边呢。然后我们接下来慢慢的往中间看，我们一起往中间看。这次呢，其实是两位第二度的合作，不过呢，为了有这个更棒的，来右边，往右边哦，更具有意义的这个公益的计划，公益的这个爱心的活动来担任代言，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合作。来，我们看看右手边，右手边的这个摄影机这边再补几个画面。等一下，多几个动作哦，因为我们又要回到中间了，好，二位，我们一起回到中间好不好？我们换个 pose 要不要？来换个 pose。好 ，OK， 把你的拥抱拿出来了，是不是？把你的拥抱拿出来了 ，OK， 看看中间。好，我们渐渐的往左边看好不好？来 ，JR 还有阿喜，我们看左边。楼上的朋友们准备好手机了没？准备好相机了没？我们现在让二位一起看楼上的各位朋友们好不好？来看看楼上，看看楼上前面的摄影大哥们，还有哪里需要补照片的？要不然我知道一下，红色衣服，好，稍等一下哦。好，二位，我们 OK 吗？一起看前面正前方红色衣服的大哥，来，我们这边补几个照片哈。所有在后面的歌迷朋友们，准备好你的相机哦。后面的歌迷朋友准备好相机，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往后看喽。还有哪里要补照片的吗？我们看看后面的歌迷朋友们，今天来了好多歌迷朋友们。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一次的签唱会，用一个吃香喝辣的方式和歌迷朋友们见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好，哪里还要补照片的？都 OK 了吗？我们可以开始访问了吗？左边这边，好，最后这几个画面好不好？左边这边，后面那个好高的那一台大的相机，OK， 好高的这一台。好，我们待会我会再开放一点时间，让两位单拍哈，先跟阿喜还有 JR 两位，嗨，还有阿喜你好 ，JR 你好，我们跟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是现场的朋友们，楼上的朋友们，各位来看我跟阿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R 金凯。我是阿喜林玉平，你们好。哇，他们今天这么样的，虽然是风和日丽，但是还是真的很热哈。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们早早就在这边等了。对，我觉得很热，真的很辛苦大家。但是因为其实也蛮久没有办签唱会，然后这次你的拥抱的歌曲能够让大家听到，然后来现场，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嗯，而且其实今天一开始我就要先讲一件事。今天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签唱会。怎么说？因为你们一定没有参加过来办签唱会的两位歌手呢，两个都烧瞎啊？为什么？因为他前天感冒，然后我们去高雄啤酒节，我就被他传染了。哇，是因为两个人共饮一杯啤酒吗？还是偷喝他的东西？没有啦，因为我们要对唱啊，对唱要这样。然后风从那里吹过来的时候，就顺势的。那阿喜要在那边，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传染了，因为我快好了。快好的时候就病毒最强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传染给我？你知道吗？他第二天就好了，第二天就好，那就轮到你了，就轮到我。可是两位今天声音都还听起来还好啊，我觉得现在讲话还 OK， 但是我没有高音，还有等一下就会破音，等一下要破音。那我们现在声音全部都用低一点的，好吧？哇，你看今天朋友们都被拉上，对啊，撒浪黑这样。我要问问阿喜，其实这并不是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的合作。对不对？之前是爱上你的，然后这一次再度的合作，感觉怎么样？是默契已经变得更加的无限可及了。其实这次的合作很不一样，因为这次是我们代表了一个基金会，是中医基金会的代言。那也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做了一首歌，跟之前的代言比较不一样。对，我们是之前就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就是开心动感这样子，然后号召大家来玩。因为之前爱上游乐合作是代言观光局的台湾好乐园，其实今年我们是一样继续代言。那首歌也一样是代言的歌曲。对，那其实这次中医基金会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是。因为觉得大家都会做公益，大家都会做爱心，但如何让大家一听到一首歌就想到这个活动，就想到有联想感，对，蒲公英助养计划这些失忆儿小朋友们，对，所以我们才弄了这首歌，然后 GJ 蒋哲嘉写的曲，我们两个写的词，还特别来到黑蛋饭来探班，对不对？因为还是要探班。
头，对不对？我常常听到 Brian 的广播，被机器人，麻烦你们帮我们多播一下。我们有必要在台上来这招吗？因为有趣探班，其实机器人也很开心，能够跟两位就是能够有曲子给二位，然后好好的发挥。真的，然后而且让大家听到一个温暖的歌曲。嗯，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需要非常多的温暖。对，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你的拥抱为什么要取叫你的拥抱？其实在，我们深入了解中义基金会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是可能被家暴，然后或者被父母抛弃，不像我们这么的幸运，这么的幸福。嗯，但可是你问他说，你还想要再看到爸爸妈妈吗？他们其实都还是渴望再度被爱，嗯，被拥抱的家庭的温暖。对，所以你的拥抱这首歌的里面的含义是这样产生的。那我觉得不一定是套在爱情、友情、亲情，还有社会之间，大家好朋友给彼此一个温暖的拥抱，拥抱的温度是非常非常刚好，很温暖的。现在是 cue 我让两个人在台上拥抱。对，没有啦，我们的意思就是找爱。对，是这个意思。我怕我传染的更严重。要不要先补个画面嘛？就简单小泡啊，还是啊？对，没有，因为这一次呢，你有发现这个我们两个人没有报道？对啊，我还想说这是不是一种惨面的这个？因为怎么讲呢？如果我们两个是一起封面是一起拥抱的话，其实就变得太佛男女情爱了。那但这首歌其实是要让大家想到亲情、友情，对，然后还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中义基金的基金会的失意儿，所以我们才会是背对背。任何那个生命靠在一起，都有温暖传递的感觉。就算是背对背，其实同样也是有温度的。这怎么变另外一首歌？还是说我们背对背拥抱？哎，太有默契了一点，太有默契了，对，帮别人打歌的。为什么？其实今天其实来到现场的每一位歌迷朋友们，也都是展现出最自己爱心的最棒的一个动作，因为所有的这次的音乐作品 EP 的所有的所得，也都是全数的来捐助给中义基金会的好朋友们。对，真的也要谢谢二位这次能够开启这么样的一扇大门。对啊，我觉得买一个 EP， 然后这些钱不断让你可以听到一个很棒的音乐，一个正版的音乐，是，然后又可以让需要帮助的小朋友被帮助。我觉得大家买 EP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很棒的行为。但其实这一次我们其实是有个目标的，什么是目标？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希望可以帮中义基金会募集到2000份的助养人，对，2000份爱与拥抱，对，所以。那我们当然很努力，因为有你可能捐1000元，或者是你定期定额认养，都是帮助这些小朋友的一个管道，对，的方式。对，那我们其实很开心，2000位是我们画下的一个计划。对对，但是现在目前为止，现在为期我们现在活动进行到现在是一个月的时间。嗯，在这个一个月期间内，我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带给大家。哦，是什么？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达成了爱心上面有个我们的助养人，恭喜已经有目标1000位的达成，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真的，1000位，所以其实不管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你说是购买 EP 也好，你说是刚刚 JR 也有说用每一个月定期定额的方式，那当然还有譬如说有一次的捐款式的方式。太多不同的方式都是能够让大家知道说这对于这一些小朋友们比较家里背后有很多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有更多的帮助。两位的麦克风我可不可以先帮两位收，我们让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抓一下画面。JR 的要不要小心撞到我呢？ OK 好 OK 好，来OK， 来，这一次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已经把今年所定下来的目标达成了一半了。来，我们从左边哦，一起从左边看起。待会呢，我们也想要把这一次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冲出来的好成绩，一起和中义基金会的朋友分享。来，先确认一下我疫苗有顺好。等一下，刚那要问摄影大哥，好吗？那问今天来就直接炸嘛，就对了，是不是？来 ，OK， 好，正前方，其实在今天呢，进入到了盛夏的时候，其实我也要好好谢谢 JR， 为每一位男人都带来了一个季度的目标，因为在今年也是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练得真的是，前几天大家有没有在脸书上面看到分享杂志的封面，是不是？哎呦，看了那真的是吓死人啊！在这边，就在这边，对不对？好，来，我们星星拿高一点好不好？爱心我们稍微拿高一点点哦。后面等一下，我们还有右边红色衣服的大哥，好，中间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补几个画面哈。来，哦，小星星出现了哈。在今天呢，还是一样，我们来自于光南唱片的朋友们有在现场准备了全新的 EP，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今天为中义基金会尽一份心力。
来，还有右边，来右边这边啊，红色衣服这边，好。待会儿我们也要欢迎来我们左边这边哦，待会儿我们也要欢迎来自于中义基金会的代表刘先生，来，我们来欢迎刘先生来到舞台上面，掌声欢迎。我们也要请两位代言人能够就把这一份1000爱心人的正面的一个代表来，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讲，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很感谢中义基金会，因为其实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来跟我们反映说，其实比如说住在极北地区的朋友都会说，哦，中义基金会其实在地生根非常久的时间，将近65年了。对，65年。那他们其实一直默默的努力。那今天我和阿喜也许在社会上有小小的知名度，那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用我们的知名度抛砖引玉，告诉大家说有一个这样的基金会需要帮助，有这么多的小朋友需要帮助，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还要传达更重要的观念，是大家不能滥用社会资源，想过再做，想好再生小孩，然后这些责任感呢都是要一点一滴培养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还要再传递给大家的。那今天我和阿喜很荣幸可以把我们目前一个月已经募集到1000份的爱与拥抱送给中义基金会，掌声，我们一起用掌声来好好的谢谢这两位。来，阿喜麦克风要不要我收一下。好，真的是强而有力的代言人，在过去的这65年当中啊，不管是用在地的生根的方式，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台湾的全世界的朋友们注意到。那当然也透过这一次的代言活动，阿喜还有 JR 让更多年轻的族群们能够知道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需要，来我们看右边哦，需要我们关注的议题。我觉得 JR 讲的也很对哦，真的大家要好，很多事情真的要想清楚了之后，有关社会资源也好，有关自己一辈子的责任也好， OK， 好， OK 吗？来，刘先生，我知道也有准备礼物要回赠给我们两位代言人，对不对？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下。哎，这样是重量刚好。这样又来了，又来了，哇！你看你今天肌肉真的是哇，也是很漂亮。来来来，刘先生是壮，这样就感谢说，就阿喜还有 JR 这边的帮忙，这样是，然后通过歌曲，然后传播这样的能量给我们的社会大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义基金会还有在推动的国国民素养计划。那接下来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多人来响应跟参与，帮助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们可能有三餐温饱，还有就是可能幸福上学，甚至说可以健康成长的机会，这样子。谢谢，也要好好的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刘先生也有准备，代表着中义基金会准备了这感谢状，要给阿喜还有 JR， 我们是不是一起合照一张？我已经很久没有拿到奖状这种东西了。我这上一次是大概什么？上一次快十年了，对。在学校领不到，对不对？就那多做社会公益活动，下次还可以再多拿。来，刘先生，我们在中间一起合照好不好？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来，我们一起看前面哦，从左边开始。我们今天刘先生身上所穿着的这一件呢，纪念的 T 恤，爱心公益 T 恤，在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有进行义卖哈。同样的，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让更多更多台湾的弱势族群能够有更多的能见度，能够知道，比如说三餐的温饱，家庭的温暖。来，我们看右边哦，往右边转过去，谢谢。哇，感谢状，阿喜林玉萍，看看真的耶，果然就是只要这种奖状一被框起来哦，那个重量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开心，对不对 ？JR 也是一样，好吗 ？OK， 还要补照片吗 ？OK 的吗？好，谢谢刘先生，来哦，也麻烦刘先生先帮我们。JR 是怎样爱到还要给他香吻一个，就是我觉得很荣幸啊，而且也很感动。其实这个2000位的助养人是一个年度计划，那我们只做了为期一个月。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向我们主动询问，代表说越来越多人看见了，也非常感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包括是转播我们的资讯啊，或者是我们的 MV 等等的。像这首歌就是希望就真爱永流传，因为歌曲的关系可以一直流传出去。真的，而且很多圈内好朋友像吴克群，克群哥就说，你们这首歌真的是近期内难得有的男女对唱的佳作。而且 MV 也出来，然后两个人拍的就这么样唯美，还包括了一些这个比较艺术的方式的呈现， 对不对？艺术方式的呈现之外，阿喜来介绍。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艺术的方式哦，这个是我尖叫声在哪里？尖叫声，请问一下，这个大概抹了多少油？这个大概抹了，这个有给他事前有 P 过吗？哇，有没有 P 过？要不要现场？要不要？
验证一下，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了解一件事，就是天蝎座就是要做就要做到120分。哇塞，他可以帮我见证。真的吗？他真的疯了。真的，怎么说怎么说，就是宣传的空档都在不断的就是仰卧停不下来这样子。我觉得他倒不是宣传空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会爆汗的人，因为就是练身体的关系，所以血液循环比别人好很多，新陈代谢太快。他都是因为我们宣传期间大概收工的时间都是晚上10点以后。我自己拿一下吧，对不对？自己承担一下，你这给我拿就是让我给我挪开呢。你知道我们可能是凌晨起床，然后大概到10点11点。收工之后，他就直接健身房报道。他常常练到1-2点这种。但因为在那个忙碌的过程，忙碌的工作中，然后你要去维持好身材，因为大家知道好身材要吃得好，要睡得好，还有时间练。所以其实为了准备这个杂志，而且大家知道。我拍后菜鸟的灿烂时代，其实有比较胖一点，对不对？他想要有一个圆润的感觉，就是比较可爱可爱神又为了戏啦，为了所以有刻意胖一些。那结果胖完之后一结束之后，然后就准备发片，然后说要拍这个杂志，我就真的只有1个月的时间，然后准备。所以但好险有没有让大家失望，还可以吧？哎，而且我有没有120分的可以？有没有130分的可以？这个距离我之前全盛时期还有一段落差了。没有了，所以你现在要冲到150分就对了。好，还可以更好。你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别的男人，像我们这种很团结的男人。不行，给我们团结。我跟你说，他在我们这种人的旁边，我只能说他这个人非常有意志力。因为我一直在他旁边大肆的吃一些高热量食物。不为所动，是不是？就说他，你真的不吃吗？你要很镇定，你就像是仿佛修行一样。然后你要这样，心中有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不能有邪念。但希望大家可以借这本杂志，因为这本杂志 Men's Wonder 他们也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在做，然后大家有看到怎么讲，我们也很努力在准备，所以大家可以去买这本杂志，然后里面也有教大家很多很棒的健身观念，然后其实我在里面有分享蛮多心路历程，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我从退伍就当兵的那一年，我才开始真正健身，然后开始练好身材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心里的话想跟大家讲，所以大家也可以买这本杂志支持一下，待会也可以帮大家签名。是这个杂志现在在6楼的金石堂，现在有在贩售当中。那今天如果现场有带来的朋友们，不管你是今天要签的是海报，要签的是 EP， 要签的是Men's Body， 对不对 ？Men's Body 的杂志，通通都 OK。最后我们要开始今天听到二位带来演唱之前，我还想要问问看 JR 还有阿喜，这次我刚刚有说到，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因为就像刚刚 JR 说的，一开始进入。如果待会我发现我快要不行的时候，把麦克风拿给大家，大家要唱好不好？把手举起来。其实我一直都相信，所以我绝不会放弃，很努力去念出爱的初心。
这个JR换了下风处有没有？要千万要小心二度传染。谢谢你的提醒。对对对，我们赶快要，等下赶快先去补充。我们拍这个封面就预言说我们会这个样子，叫让我们用这个姿势是最好的相处方式。谢谢阿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让两位先稍微整理一下。好，马上要开始就是我们待会的签名会的部分。待会我们会签 CD， 然后会签。Men's Body， 然后海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好，我们再次用。